好，我是本琳达。今天呢，就是要去染我的头发，所以我就想说可以来 vlog 一下，因为我头发已经很久没有染了，所以布丁头已经很久了，所以我是本琳达，然后我已经染好我的头发了，看就是有点点灰色的。然后呢，现在呢，我要准备去拿我的工钱，就是之前有帮我的顾客化妆的时候的工钱还没有拿。现在因为在附近，所以现在要准备过去拿。一来拿工钱，然后要出工钱的那个美女呢，就是有点不得空，所以我在楼下这里等她。然后楼下这边呢是一间 ice cream shop， 然后就 order 了一个 ice cream， 这个是可以炫富的味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本琳达，我已经到家了。刚刚就是拿工钱的时候，有遇到我的同事，就是刚好同一个时间来拿工钱，然后我们就聊天起来。之后我就拿车子去洗。然后洗完呢，就跟我家人去拜一点年货，所以都没有再拍影片给你们看。然后今天染的这个颜色呢，是有点这样灰蓝色这样子，我自己是很喜欢这颜色。然后主要是这边下面这段比较出色，因为我之前就是漂过嘛，所以我漂的颜色是从这里到这里，所以这边这一段的颜色是比较上色的。然后这一段就是本来的黑色，所以没有那么颜色没有那么明显。不过现在是蛮流行这种渐层的，因为如果你深黑头发，这也还不会那么明显。因为是灰色的关系，所以这个灰色呢是会掉色的，就是尽量不要常洗头。然后今天的影片呢，大概就是这样啦。我觉得他们家的染发技术还蛮不错的，就是。如果大家有兴趣要染头发，真的是可以去他们那里试试看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们想接影片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不要忘了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接下来的影片了。我们下次见吧，拜。